我唱了可以走了啊，可以离开了啊。九零后的啊，只要九零后，九零以上的可以回去了啊，33岁以上的一个不要啊。你看那呼啸的北风，是属于东北人的冬，流着泪，闯关东。90年下岗的职工，承载着黑土地的梦，有遗憾，忍着痛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我没经历过，老一辈说闯关东，在后来根就扎实了。我爸16岁扛大包养活家里那几个，那时候多打一手6段那家伙都兜着了。打饭那叔对他有恩，他记了人一辈子好。我说因为啥呀？他说因为真是吃不饱，攒点粮票就等过年家里小的得吃好。反正我没吃过包饺子用肥肉鱼薯条。这时代变化太快了，家里都让考大学，为了以后有出息，不再让人穿小鞋，找个正经工作，踏实上班，混个好人缘。妈，我是出不去东北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